来了啊，那个男人，好吧，就只要是西山啊，雪山，不是雪山，雪山。魔王的话单烧对面的三号手嘛，三号手单烧了啊，烧三烧三，武装把盾上了，上盾。武装，武装把盾跟大金一起就可以。啊，我没注意了啊，雪山雪山，我都弄完了，喂。我想捏了大金了，我就三个大金先上算了，不理他。行。下下吧，对，不要，我直接死不掉的样子，我那么直接他们干死我吗？想想啥呢？我感觉还会经常继续开。啊，紫人家防御应该还好，应该死不了。我们一速吧。啊，一速。那、啊，你们这个队伍在没一速，这个队伍在没一速都没法玩了。四个三包，哎，这可以啊！清上个的好机会，这是我们，这是我们。清二号魔王单杀二号宝宝，清二号普陀把花开了。操作快点，不能卡时间，用不了还有人自动。这里这把武装封了准，我可以说这把就吃了这边雪山，吃了他。我这封你啥都不准过人家，他妈谁？昨天他妈真的是封了我，摔键盘的都。啊，昨天那不意外吗？天天意外。对对不起，看了一会儿嘴。咱俩查、啊、看谁封的不准啊？他还没怒了。可以先补光辉也行，不着急。哎，可以了，没毛病。今天老老实实把雪山给我干趴下。先补光辉吧。先补光辉，我接个罗汉，我把宝宝保一手。继续烧一号吧，一号单烧了，跑到紧箍这勒一圈。完了就把上个人全部给他烧干净，这上个不能留着他们。我们一二破，他黑马死了。看人家的封印，他妈一手就中了。我还没封着呀，你放啥？你光辉的水里记一下啊，别一会儿光着光着记不住了。我要待会儿，我先光前排，然后再说。可以。我塔了，我塔没了，我操！糖果宝宝开我，糖果宝宝开下我，继续烧五号，把五号烧了。想出手，我的紧箍咒继续啊，武装套一手呗，别等那盘丝套了。雪灯，雪灯，雪灯，雪灯啊，雪灯也行。别来给我换操作王，本来就两开，那给我换这种一会儿。游戏下分下分路吧，我那两块布都没上。都没打野，武装多点。这烟怎么有点薄荷味？普陀12啊！紧箍咒继续勒，给他们勒满了再说。
石头结了是吧？活血活一下那个二号宝吧，魔王单烧二号宠的二宠继续单烧了啊，武装套武装。我套盘丝了，两个。我他妈能封盘丝，你封什么盘丝？你套武装。我都套完了，要封了，他要封了，你干什么？五穷秒吗？不五穷，先单烧二号，不五穷不五穷，没有流进五穷个鸡啊。因为时间比较短，我好痛苦，五中。魔王应该是有近亲的，不过他们要是放近亲，肯定不会解紧箍咒的。给光辉啊，继续啊！下波给光辉啊，下回给光辉啊。那好，是吧？他要近亲，他肯定不会吃回春的。那既然吃回春了，他应该是没给。他魔王要出好包的话，下回得笑笑魔王，下回普陀笑魔王，把魔王笑了，好吧？普陀笑一手。好。普陀有大啊。你普陀要大，普陀笑吧，全笑了吧，不用大了，大个鸡啊。好，好，那边都不飞了。光辉出宝刀。出好包。出好包，出好包。魔王的话，刘进起了，好吧？这波先起刘进，咱宝布的话，必得笑笑五号包，五号敲了。你普陀勒吧，要不普陀笑了是吧？你不用我笑了吧？普陀笑 ，OK OK， 你笑你笑。你别过，因为俩双开不能卡卡回合，一卡回合容易把狗屁。你笑你笑，我也笑了。我想说你可以勒我笑了，这个勒我把这武装笑干净。我没下，非对我也没下，上不过来。哦，我这是要给这把刘云，我笑一把应该直接干了。一次没碰到了，两次没碰到了，兄弟。我比人的盘丝快啊，他灵智的我也比他快。对面把我们全破甲了。他吃五了，那应该不是开了。我光辉啊，咱俩有点高啊，是吧，是吧？还行吧，能扛得住。嗯，不、哦、目前还是能吃得消的。你补光辉好吧，我去封盘丝 OK， 化身活血活活一次斩人心，普陀紧箍咒内魔王无穷秒了，来吧，这把无穷秒了。这把对面的盘丝好像是，好像好像是落花的对面盘丝。嗯，盘丝落花的，上回落花就被你套到了，他上回落花套都没套到。那必须啊，我那套我那一看啊，你这。待会儿就他队长、套武装可能有强劲啊，套了哈，管他强不强了，他盘丝要够，他盘丝要够，他盘丝我够笑。我操了，他不用了回春，一直在吃啊。他打我们肯定在，我是队长，我是队长，我是队长。化身笑队长，我去笑盘丝，武装套武装，好吧，来吧，普陀继续累啊。普陀继续累，魔王自己开了无穷秒出去，汤果自己开了无穷秒出去，秒二号，秒二号，你普陀按错了，妈的，把俩号号错了，没那个病，没事，吓吓他吧。故意落花你的，削不到的很。完了，队长丢了。队长丢了，队长削我们两个下端。队长，那今天不吃亏啊？对俩今天就亏啥？三个。那么俩吧，哪有仨？两个两个还好。重新勒呗，好吧，重新勒重新勒。我刚没勒还，刚才我没勒他，那砸他了。重新勒重新勒，没事。Thank you.
还是秒给，是还出壁垒吧，继续出壁垒，听到我吗？五段的套盘丝啊，按快点啊，五段套盘丝。宝宝给，你宝宝给盘丝领血啊，韩国宝宝给盘丝领血，你获取活武装，普陀的话紧箍的重新勒起，我出个手。血量拉不得好扛呀，实话实说。我活命还好，差不多吧。扛啥呀？把普陀武装全部三分一，不到三分一都。你看我放多远，一百六十五吧，你看。别吹牛逼好吗？真是不行啊，他妈不出两只。武装可能要死啊，文哥。这个什么？你看把文哥没了，操！我一千六。顶了顶了，我让毛毛给你顶。三五零元百。我这武装学的很快。这么兄弟啊，武装不够啊。你武装够大不？不够不够不够。我够大。韩国你够大，你够轻轻了。等等，韩国你先秒二手。下面要走，下不大金钱，好吧，下不大金，下不大金。武装的话，你套对了，武装把武装套了。获取活武装，把武装活了啊！我的紧箍咒再勒啊，继续。我操，这他妈血量好残啊！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敢停。这边应该让猫把金钱放了，身上上去了，有上气吗？没有。没上去，我刚看了，没上去。差不多其实可以进去，帮他把那个。大魔王要抢我了，试一试吧。我个鸡啊，强罗。直接把他武装套了就行了，把地形秒了就行了，多大的个事情！这边罗好，套不住罗好，我叫罗好，我啊，天龙哥了！哎，套了哈，怕个鸡啊！普陀把地形秒了，来吧！那地形，韩国这波金星了，韩国这波金星金了啊！金星金了！我、哎、操！他有给渡劫的，他比普陀快，给渡劫要炸了，我说。他给渡劫要炸，那我甩个尺子好吧，安全的行吧？是、啊，给你甩个尺子最好，我零元摆了。我把武装一般分都死了，可他妈亏了啊！其实这我武装金是最好，武装罗是最好，因为他那个化妆术渡劫的话，顶四个敌都要炸。化妆上流云的，就是想比我们普陀快。操！雷猴子对面骗池子了，肯定投资啊，雷猴子可能不投资，他一定是渡劫加三级哈不我们想，肯定是这样的，他肯定是你不想了，他都套你了，他能不那啥吗？啊，比我快了，他不渡劫啊，他可能都不是渡劫的脉，他玻璃秒不死，我操了，你可要爆了，我操这一波啊，三千四千六没问题，我摔尺子了，韩国你搞啥了？韩国是不是咬他一口？金钱都没放，金韩国，金钱韩国在不在？没关系，没放是赚。韩国，都掉线了，我操！韩国你在吗？韩国，化身的退房，把房推了啊！我有点大啊，文哥。那武装武装走罗汉呗，武装走罗汉，魔王走金钱。我这个不走，我这个套一方面努力啊！你都套谁？快点！那套武装，你把武装套了，套武装，套武装。韩国放金青糖果，完了，韩国人不在了。掉线了，我上。喊我这他妈人不在，你喊还有鸡毛用啊？我上了，我上，杨总，我上了。
操你挺准啊，好像这我说的我神风啊，我不信他。他最后一把飞机居然反攻翻过空虚了，我操，没死。妈的，这把飞机好玩呢，这把飞机我进的呀，那底下人都没血了，林元摆了，哦，林元没躲，林元有点方呀，妈的，糖果跳两把太傻，这把有金身的话还好一点，不行，我他妈罗了罗了，这罗真的没了，操！你别罗，别罗，别罗，血灯，血灯挂了，挂血灯，挂血灯，快点，血灯挂了。我帮你防，你选择封的盘丝，别让盘丝进来我们。那没人选择封啊？哪里有人选择封啊？你能封？你能封？你封？我错了，完了，我错了，完了！哎，我操，跳了！哎呦！王总怎么死了？死了呀！你不封，这边一进来不封了。我是管不这么多了啊！你看，文明哥，他一顿就进了你，上个压你一波。哎呀，我操！你光满分的时候多他妈亏啊！不一定，看他可能上撞了。嗯，我操！你撞了怎么吃了？竟然是什么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我说你撞了怎么吃了嘛？我上来就这暗器呢，要不然又跳了。我也没说嘛，操！我说了，我亲了呀。嗯。我玩。我玩还玩个鸡毛。没笛子啊，对面没笛子啊，你可以换。哎呀，我他妈摸你跳了，玩你妹了，这是。糖果，什么情况？我背起来了。不是，我这突然一下子没有忘了。对，赶紧把锅背起来，因为你掉线，我们要崩了。对呀，真的，咱我的可委屈啊，压着没打。韩国，你自己上，自己上。我干了，我挺高。中宝吧。啊，他比我快着呢。你们今天都是特别的时候，可以顶他去。你直接顶呗，直接顶顶到无穷秒出去呗。啊，武装又他妈嘎了。起不来，飞机要炸，我以后的时间，找不着。我只能躲到三爆了，文哥，没别招了。你只能躲到三爆包了。那是没有零元吗？哎，啥玩意儿？我靠五张吧，我吃完行了，好久给我活了。我可以金金金金金掉。金金
他的。我把我抢了你了，龙哥。抢了我干啥？我喊了活活我的血。你抢了自己啊，下个我可以活你啊。哦，和我是亏了劲。你抢了自己是吗？操！都给我打了吧哥！哎，龙哥那两把出来弄得我一点时间没有。不想听到这两个字，以后别说抱歉好吗？主要是我也不知道网络突然跳了一下。那以后别说这两个字，不想见到这两个字。哎，不知道我们前面那个老白救了一句啊。你是不是可以强奸？强罗了，起来。强罗了吧？强罗了，活就活武装就好了，换怪了。你孩子给我顶个蓝，叶枫的盘丝。我没蓝，没蓝，没蓝，我甩尺子了。我操！那我给你顶蓝。我那我强拉自己了，亚伯，那强拉自己了。强拉自己能活活上活？那你吃我包算了呗，你还活个毛线呢？那你顶个大金，虎哥宝宝。那我普通干嘛呀？他妈！我秒地心呐，想杀了，快点秒地心。好。能秒死，能秒死，一把尺子。我还上百回复杰了呀？没用了，他这杜鹃没体会。他没封你，我操，好事啊！进场你难受了。好像这个就是痛。这啥意思啊？这直接不干吗？他可能点四千呗，没有杜鹃。那没杜鹃，但是他在封我们佛呀，对吧？缓住了，缓住了啊！缓住了，好好来，好好来，缓住了，缓住了。罗汉，我们稳得住。普陀多少分度啊？看一下普陀号。九十。韩国自己开起流镜，把流镜起了。我操了，孩子抢拉了吗？闪恶，拉了呀！你套子套我、哦，你套子套武装好吧？你套子套武装，化身这波先不操吧，先给武装活了啊！普罗上塔吧，把塔上了。塔上了，接了，没时间。我这波封他了。这波火也先把武装先活了。还得青山恶虎哥，摸完再还得三。不群的话也得单，这波单不死，这波单不死，需要我们出好波跟才行。哎呀，我操了！你把他封上一脚，我还没他盘丝快了，他盘丝黑马。干嘛？出好波是不是一个？也不好扛，那飞两把容易把我飞没。说好不啊，你出个隐身配速。我操，你出隐身配速我死了，我他妈扛不住啊，感觉。感觉我这血呢真扛不住5300的血，我5300的血。韩国你单烧好吧，把他们三号包单烧了，单烧单烧。普罗上个灵动吧，扛不住啊。点灯上灵动都行，换错好不好？出烧钱，那个普陀罗我贴我贴我盘是贴口好吧？要不然我被大双搞死了，贴我口贴我口。还是一点拉吧，不用跟我说。靠不完行。三号不让烧，我还日了个鬼了，这还。三里皮子死，没了，人家死了，加长吧，死不了，死不掉，死不掉，打我 GP 不死你啊！死了，只有想着飞秒不来人死，哎，这太扯了，哦，他想清理这个宝宝，三里皮子站着，啊，对啊，别了。
对吗？唐娜是吧？唐娜也没用，我真的这样，别的干不了。阴阳呗，这样这样，盘子葡萄说不，我金钱，你别自己开，我金钱，我金钱开的。无穷秒个吗？无穷秒吧，有无穷无穷甩出去。你今天我好武装吗？我武装货盘是先吧，武装是个尸体好吧，货盘是吧？货盘是货盘是，千索顶一个，就这个法系顶一个吧，法系要挂法系。没打地，我没打地了。反正我没打地了，我玩俩啊，我也没打地。你把我打翻了吧，虎哥，真的把我打。啊，我顶血了，我操了。你打翻了，真的把我打。拉吧！哎，出红宝宝，三号冲掉了，四号一死，直接崩盘。韩国出孩子了，孩子出了，我操！有点打不过了，等他冰雪过来看一波结束。武装套谁啊？武装套盘是吧？尽量准点，好吧？套盘，算了，别了。你武装套武装，我封盘是好吧？我封盘是防了尽量的，或许活武装把武装活了。这波孩子拉魔王，魔王出孩子啊！你化身的话自己给自己拉，托托自己给自己拉，快点！没打紧了，可以用出孩子。这波武装套上，我封上，这么样武装就活了。出红宝宝，再把这个三号清了。别再出红宝宝，先退。下。三个出的孩子，清不掉这三个，爆一万！那不玩蛋了？我出红魔，再皮再皮！我的妈，给武装活过了，这是？又是啥里皮？还得给武装活一口，要不然武装站不住。韩国大金给化身领了，先给化身领大金 ，OK？ 给化身领大金。我已经没有大金了。我点四号秒，我点四号秒呗，啊，四号秒了。好好点了就点，先不要点了点。你普通要不点灯吧，普通号点灯好吧，灯挂一挂，挂血灯挂血灯。哎，我宝宝没灯子操作了。变身三回合。还顶到普段上，别操了！活得出来吗？活得出来，我蓝还够，没事聊。太你妹了，六枪！不好用。下一场了。节奏还行，你知道吧？那几波宝宝神了，还挺关键的。现在三个清的还挺顺，还行。掉线，掉网掉了，没节奏了，一下掉了没节奏了。
把他们奋斗的其实算的挺好的。对，很快通过，那掉线是网络公司，掉线又自动了好几回合。嗯，对面飞秒节奏一起，真的是扛不住。两个就飞过我们，不用想，他这种伤害，我都不敢出宝宝，一直在保你们。我们的抗性其实也不算差的，不差，半圆形。主要是没有升起状态，没升立盾，没时间退防的，没时间了，现在没时间，主要是。安果收了吧，你召唤，你召唤。保一下，保一下，保一下。太痛！你们一排上个对面飞得多快啊？这是。